哎，媳妇儿，你怎么比闹钟叫的还早啊？懒猪，太阳都晒屁股了，赶快起床。冰箱里边的面包和牛奶都是我昨天买的，你记得吃早饭啊。哎，我知道了。我昨天看你有点感冒，我买了药放在冰箱上，你吃完早饭把药也喝了啊。知道了，老婆大人还有什么要吩咐的吗？还有个事儿，你定个日子，咱们俩把证领了。好了，拜拜。能有什么事儿？哟，于经理，郝老师，你出来一下呗。啊。30个账户，你看够吗？我代表所有将要被你帮助到的人，向你表示感谢。您太客气了，我也就能帮您小忙。祝您早日成功吧。没什么事，我先去忙了。哎，这件事如果最近有什么问题的话，你第一时间来找我，我帮你解决。来了，啊，师姐，佳琪，哎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们准备搬家了。为什么呀？不会是因为我吧？哎，师姐，要是因为我打扰了你，那我跟你道歉，我以后都不来了，你别搬了。啊，不不不，跟你没关系。我就是觉得出这么大的事儿。住在这儿对孩子不好。那瑞瑞呢？他愿意吗？跟我闹脾气呢，不想搬。去看看他。瑞瑞，怎么啦？我听说有人闹脾气呢。你看看姐姐给你带了什么啊？你看，姐姐送你的礼物，喜欢吗？谢谢姐姐。怎么啦？告诉姐姐，为什么跟妈妈闹脾气？不想搬家。为什么呀？我想等爸爸回来，我怕我们搬家了，爸爸就找不到我们了。其实啊，姐姐跟你有一样的经历。姐姐跟你差不多大的时候，我妈妈也去世了。当时我特别难过。后来，我爸爸也带着我搬家了。我们搬到了一个古园里。我真的是特别不理解，特别生气。我爸爸为什么要带我们搬到一个谁也不认识的地方？不愿意离开家。可是后来有一天，我看见我爸爸拿着我妈妈的照片，一个人偷偷的在哭。我才知道，其实
爸爸也特别的想我妈妈，只是他怕我难过，不敢在我面前表现出来。蕊蕊，现在只有妈妈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，所以蕊蕊要变成男子汉，要保护妈妈，照顾妈妈，不要让妈妈再伤心了，好吗？嗯。好孩子。姐姐，学校里有很多人说爸爸是坏人，是欠钱不还的坏人。姐姐觉得爸爸坏吗？蕊蕊，不管别人说什么，你要记住，爸爸是世界上最爱你的人，记住了吗？嗯。行啊，老马，今天又掉了不少啊！哎呀，我说老王，真得抓点紧啊！你这钓鱼，你老比不过我。钓鱼，我这么多年就没赢过你。哎呀，哎呀，你的心思都在场外啊！瞧你这几年生意做那么大，我呢就是一个退了休的老头子啊，一个大闲人，这闲人没了事儿才钓鱼呢啊！话不能这么说呀、啊，老马。我虽然是个商人，但有什么好事儿，还得想着老马你呀、啊，是不是？哎，那是那是。你在折的时候帮了我不少忙，现在也到了该收取回报的时候了。你虽然退了下来，但人脉资源广，有些事儿少了老马你还真不行。哎呀，我说老王，有些事儿你太谨慎了。什么事儿？咱俩一办不就完了吗？你说中间还在好想抢你干，谨慎点好。老马，你我都在北疆扎根这么多年了，咱们俩联手一块儿，哎呀，这目标也太显眼了，容易惹口舌是非。郝小强就是个白手套，你放心吧。你信任他？不信任。但是我了解他。嗯，行，以后有事我就找他联系。好嘞。好吧，你抓点紧了啊。哎呀，愿者上钩吧。妈，吃饺子。饺子来喽！哇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快快快！哎哎，哎呀，我亲手包的，帮您尝尝。我尝尝啊。啊。怎么样，好吃吗？嗯，还真有点像你妈当年的味道。真的呀。转眼你就要上班了，以后住在宿舍里面就不能常回家了。爸爸还真有点舍不得你啊。那有什么呀，我又不是出远门，我就住在宿舍里，周末要放假我都可以回来陪您啊。告诉您、我不在，我不盯着您，得好好吃饭，别老瞎吃面条瞎对付。放心吧，爸爸会照顾好自己啊。嗯，其实啊，我心里一直觉得对不起你，自从你妈妈走了以后，你就跟着我在果园里生活，所以你比别的孩子吃的苦啊要多得多呀。哎呦，爸，您说这个干嘛呀？这么多年您一个人把我拉扯大，又当爹又当妈的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您才辛苦呢。快吃，凉了。这饺子真的是你包的？是我包的呀。真的？怎么了？
哎，爸，您说您这讨不讨厌？您就好好吃饺子不行吗？您非揭穿我干嘛呀？只要是我女儿做的，都好吃，吃。<笑>太烦人了，好吃饺子都堵不住您的嘴。<笑>好吃，好吃。<笑> 哎，怎么又是你？要你管！可以啊，你啊，都查到公安局来了。我问你，马世才的案子是不是跟王柏林有关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是不是警察呀？会不会查案？现在这个案子已经不归局里管。什么意思？无可奉告。 我跟你说啊，我现在去上班了，你别缠着我。我也要去上班了，以后啊，最好井水不犯河水。哎，你等等！哎，我说话你没听见啊？这里可是公安局，你要再回来，我抓你了啊！站住！小严，周局长，满走廊里就数你的声音大。 一大早瞎嚷嚷什么？周局长，我叫齐前来报道。报道？你报什么道？小吴同志，你来的够早的。为了得到一个好苗子，我跟法院的高院长差点都翻了脸。小袁，你们认识啊？啊，我们见过几次，不熟。那我就 正式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们北江市公安局刑侦队的夏远同志，立功不少，错误也没少犯。这位是新来的吴佳琪同志。行了，你去报道吧。是。周局。 这个人怎么看也不像个警察呀，人家可是法学和金融学的高材生，现在我们局里要成立金侦队，还指望着人家呢。金侦队？哎，师傅，哎，你猜我看到谁了？那个吴佳琪，没想到周局也认识他。 还说什么他是新来的同志，以后金侦队就指着他了，这什么意思？知道我知道，您知道？哎，哎，师傅，嗯，你这是干嘛呀？哦，忘了跟你说了，我的工作有一些小的调动，搬家腾地儿啊？不是，你要去哪儿啊？上面呢，成立这个经侦支队，把我调过去。 经侦支队到底是干嘛的呀？侦查经济犯罪，现在经济犯罪比较猖獗啊，全放在刑警队呢也不合适。比如说马世才那个案子是吧，牵扯了多少人力跟精力啊？所以说呢，上面一直想啊，一直想成立这个经侦支队，就把我给弄过去了。师傅，嗯，让你一个 多年的抓犯罪的老刑警，天天对着数字，这不是难为人吗？杀人是罪，骗钱也是罪，啊！不是，那您走了，我怎么办？你接着留在这儿干啊？那怎么行啊？我自打入队就是跟着您的，您走了，那我得跟您一块儿走啊！不行，我得找周局。回来，回来，你以为菜市场买茄子呢？可以。 讨价还价了你，你那不行啊！那我想跟着你啊！我跟你说啊，我已经向上面申请了，让你当这个刑警支队的副队长啊。老陈呢，正好上升顶级当队长，但他现在一直在外面学习，所以说这半年呀，你一定够盯住了啊！不是，我干刑警才几天呢，就支队？哎呀，提前提吧啊！这个特殊情况，特殊处理。那不行，您不在，我心里没底儿。 我跟你说啊，这个刑侦跟经侦呀，要经常配合工作的。
你在这个位置上呢，我挺放心的。给句话，能干不能干？能，行。嗯。那事儿进展的怎么样了？啊，您说股票是吧？废话，我找你来有什么事儿？一切都好呀。您什么时候对我的业务感兴趣了？对你的事儿我并不关心。我告诉你，郝小强，我担保给你出借的那笔款，绝对不能出任何问题。你心里清楚，你本人是没有贷款资格的。为这事我担了很大的风险，但是你也得到了很大的利益，不是吗？郝强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告诉你，这一切我都是按程序流程来办的，钱到时候你必须还。马处长，你把心放肚子里点，我这一切正常，钱我按时给你打回去。大家好，我叫郑铎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学士，大学期间辅修的经济，很高兴认识各位。嗯，好。哟呵，慢点慢点，不好意思，我叫陈志远，你们可以叫我小胖。我叫吴佳琪，法学学士，金融学硕士，很高兴认识大家。咱们开会。嗯，今天啊，我们北江市公安局正式成立了经侦支队。随着我们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，经济犯罪也越来越复杂，案值也越来越大，严重的威胁到了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社会的安定，也给人民群众带来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。针对这种情况啊，全国公安成立了经济犯罪侦查部门，专门打击经济领域里的犯罪。你们都是新分配来的经济专业的高材生，在办案中没有经验。没有经验怎么办？我们就在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啊，要在战斗中不断的提高自己。我要提醒大家的是，目前我们国家的经济活动空前活跃，很多新事物在罪与非罪之间界限不是那么清晰，所以这就要求我们经侦队员在没有确凿的犯罪证据以前，绝不能轻易的干涉合法者的经营活动。是，周局说的很对啊。其实刑事犯罪呢，就属于自然罪，是吧？杀人放火到什么时候它都是犯罪，而经济犯罪呢，这属于法定罪啊，罪与不罪由法律来规定，绝不能轻易的去打击那些创业者的积极性，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啊，一定要好好掌握。是的。经济犯罪朝着多元化复杂化方向发展，北江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成立，是北江市公安局负责打击经济。这肯定是冲咱们来的。嗯，别怕，前面有郝小强这一关呢。他刚才给我打电话说，他已经把市面上科瑞的股票收的差不多了，让我们及时放出利好的概念来。但是这应该不是最好的时机啊！你想，经侦队刚刚成立，因为马世才的事情，他们可正盯着咱们呢。不不不，就按郝小强说的。你去把孟伟给我喊来。孟伟是一老顽固啊，您怎么就这么确定他能听咱们的，释放出新药成功原则的消息？我不需要他听我的话，我只需要他不要乱说话。我来试试。哎，都夏副队了，我用得起吗？
您就别埋汰我了，师傅。我说真的啊，您真的把我留在这儿了？你怎么跟孩子似的？我跟你说，你在这干段时间，好好表现，师傅心里能没数吗？好，哎呦我去！走走走走走，我走，走走走啊！哎，干什么呀？这是仪仗队啊？啊，杨队，哎，您找我啊？哎，你先去我办公室等我一下啊。好，哎，你等等，给师傅拿上去。我可不归你管。谁要管你了？以后我师傅就是你领导，以后这些事儿就得你办。拿着。行。干什么？干什么呀？一个个垂头丧气的，刑侦、经侦，楼上楼下、电灯电话的，抬头不见低头见。我告诉你们啊，今后要好好配合下院同志的工作，不能给刑侦支队丢人，听到没有？是。什么情况？听见了没有？是是是。嗯，走了。行了行了，都楼上楼下的也不远啊，干活吧。哎呀，哎呀，行长，这干嘛呢？你这把，对不起，没烫了，没事，去，都上班，行长，没烫着您吧？啊，行长，这有些事儿啊，其实您不用太担心，这公安局成立经侦支队啊，他不会干预咱们正常的经济活动。而且克瑞呢，是拿股票质押贷的款，来你擦擦。别担心。话虽然是这么说，可是这王柏林经不得经得起查呀！啊，他一旦出事儿，咱们都得跟着他。韩长，我最近听说啊，这王柏林有新动作，他这人能力强，应该能度过这一关。他要是把这个欠款还上，咱不就绝对安全啊？而且现在杨建群的妹妹在咱们行上班，他不会平白无故找咱们麻烦，是吧？再说了，现在好像除了帮他们渡过难关，咱们没有别的选择。其实我想好了，等我父亲一出院，我就想着退下来，找个不用担责任的位置养老。哎，您这话打住啊！正是事业的上升期，您这是何必？我已经决定了，宁肯后半生碌碌无为，我也不想再冒险。爱情以后咱们这行。靠你了，我可不行。您要是不在，我这心里边没有主心骨。我先出去。我说杨建秋，你让我说你什么好？这可是咱们金牌客户，你可好，直接就把人回绝了。现在好了，人家打电话来投诉你来了。可是他的资料不全，按流程就是不能给他办呀。
思乐不全，你可以问我呀，你怎么自己就决定了呢？再说了，他在咱们银行贷款性一直很好，这一点你可以参考的呀。我才来，之前的情况我不太了解，对不起。才来是理由吗？你对不起我有用吗？赶紧打电话给人家道歉。另外，这个月的奖金也没了。别扣我奖金啊！我给他赔礼道歉，我保证让他满意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个奖金不是我要扣你的，人家打电话投诉你，银行是有记录的，我也没有办法。出什么事儿了？这不是曾总打电话投诉那事儿吗？对不起啊，主任。曾总我熟，我来处理这事儿吧。小林，我把杨建秋归到你那儿管，是想让他多跟你学习。你作为领导，需要有合理的引导。现在他出了事儿，你一味的责骂他、扣他工资，这能解决问题吗？不是我，不是什么呀？你要觉得带不了他，把他归到我下边，我亲自带他。那您的意思是我？建秋，以后业务上有什么问题，直接来问我。谢谢主任，以后这样的错误我不会再犯了，我会注意的。行了，都忙吧。干什么呢？报告，没看什么。来。坐。干什么那么拘谨呢？啊？哎，你在派出所的时候不是耍得挺开的吗？没见你这么紧张啊。您就别笑我了，说起来我还没好好感谢您呢。不提这个，我想问您一事儿啊。您说。你知道作为一名警察最关键的是什么？善恶分明，秉公执法。是，谢谢杨队的教导。哎，咱们换一个话题啊！你看我这些书，还缺些什么吗？啊？这已经很齐全了。我们上学的时候看这些书都费劲，您不是打算要把这些都看完吧？难怪周局长会选您当经侦队长呢。我吧，跟你们这些硕士、博士的没法比，我真得好好的下下苦功了。不管怎么样，您这磨枪是吧？不快也光，你忙去吧。哎，王总。您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吗？小孟啊，你是咱们公司的栋梁之材。你也知道，作为一家药企，真正的核心就是你们研发部门。前段时间我太忙了，你能告诉我新药的研发进展如何？王总，真对不起，我这段时间一直在做反复的试验，但结果很残酷，干咳净对治疗肝炎的疗效还不确定，对大三阳转阴更是没有明显的效果。一款新药的研发哪那么容易啊？看你最近也挺憔悴的，是不是一直都没有休息好啊？谢谢王总的关心，干咳净没有进展是我的无能。哎，这怎么能怪你呢？你已经尽力了，搞科研确实是需要投入时间的。不过公司现在需要你的帮助。王总，您说，只要我能做到的，我绝不推辞。你也知道，咱们科瑞的股价最近一直在下跌，公司的财政也碰到了很大的困难，如果再这样下去，公司恐怕难以为继，可能连员工的工资都会发不出来。那我能做什么？比如说发布一些利好的消息，
提升一下公司的股价。比方说你的干科镜研发取得了重大的进展。您是想让我对外公布干科镜已经研发成功了？对呀，可以这么说。王总，咱们的消费者不是一般的消费者，他们是患者，咱们生产的也不是一般的产品，是药啊。这市长撒谎就是杀人呐。哎呀，孟总啊，你说的太过了。可是前段时间我看到一则新闻，有一位患者的家属就是相信有一种治疗肿瘤的药马上要上市了，就停止了之前的治疗，结果死了，这不就是杀人吗？你说的这些只是个别的现象，孟总，你想过了没有？如果科瑞的股价一直这么跌下去，市场就会对科瑞失去信心。咱们公司有大几百号人呢，几百个家庭都靠着公司，你这样做等于是帮着公司在救大家。这种事情我做不了。小孟啊，我记得当年是我力排众议把你留在公司的研发部门呢。你研发出几款新药啊？如果你的干科镜已经研发成功了，我用得着出此下策了？我是科瑞制药研发部的负责人，绝不允许有虚假的消息散播出去。这是你最后的选择。很好，我收回刚才的想法。真的？我们是一家药企嘛，还是要脚踏实地的做事儿。最近你也挺辛苦的，还是回去休息一段时间吧。你休息的期间，公司给你的待遇一切不变。谢谢王总，其实我不需要休息。就这么定了，你去忙吧，我还有事儿。好。程红，接下来就看你的了。好的，王总，您放心。哎，好。小陈啊，陈记者啊，看得怎么样？好了。来，坐。我们呢，需要你把干科镜成功研制的消息啊，发布出去。唐总，你们研发的这干科镜，只要通过药监局的审批，直接公布就好了。为什么还要我提前报备？药检局审批通过了，我们还需要你干什么？啊，唐总，我只是个新闻记者，无法证实这件事情的真实性啊。为什么要证实啊？本来就是一条假消息。我其实跟你谈的啊，不是新闻啊。是生意。但是这件事情对于我的职业生涯是有风险的。条件呢？我对你太好了。选择不选择是你的事情。但是我总认为啊，我和你绝对不止这一次合作，而且我相信科瑞将来还有很多需要你的地方。好嘞，那我把这个资料回去好好研究一下，争取出一篇出彩的新闻稿。我读一遍。有。对，浇花的浇。那这个多写几遍，刚刚不是不认识这个吗？对不对？回来了，爸爸回来了。回来了。
接着把这个都洗了。这个嘛，你这一行写满了。晨晨，写作业呢？真乖。怎么喝这么多酒啊？没喝多少。凡事多。赶紧进屋休息吧。这又是谁送的东西？还能有谁啊？客人的唐总说是给爸的。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别让这种人再进咱们家，更别收他们东西啊！你干什么呀？还在这儿呢，撒什么酒疯啊？那人家王总给爸安排了手术，一分钱都没让咱们家花，我怎么好意思不让人家进门啊？晨晨，你先好好写作业啊。把这行都写完，一会儿妈妈过来检查啊。当孩子面发那么大火。我爸这次做手术一共花了多少钱？跟你说过啦，我去医院查了，一共40多万吧。文爷，这钱咱们家还出得起，我想把它都还给王总。是啊，我们家是有这个钱，可是晨晨马上要上国际学校，爸还有之后的护理费，要是把钱还给王总，我们家经济肯定特别紧张。我叫你还你就还。行，我明天就还。老公，你也告诉我，你要是不发生什么事儿了。今天市局成立了经侦支队，说不定哪天就被查了，我想早做准备。成立经侦支队，查到你们银行了？目前还没有，而且我们明面上的账也是安全的。那你紧张什么呀？王总帮爸安排手术，不就是卖你一个人情吗？要不然你凭什么给柯瑞贷款啊？我觉得我们收这点好处没什么吧，又没直接收他的钱。我觉得还是谨慎一点好啊，还了钱，摆脱了这个柯瑞，以后就算被查了，也查不到咱们头上。你觉得还一个手术费就能摆脱柯瑞、摆脱王总了？那你以为排在爸之前手术那些人为什么放弃啊？这40万的手术费我们家是还得起，可是这个人情呢，我们还不起。老公，我知道你现在很为难，可是到了这个时候，我们已经宅不出去了。你刚才什么毛病？就涨一毛，可是又涨一毛钱。哎，这天一直在涨，咱们买一点吧。说今天不，好消息，好消息，今儿好消息，干客定说好像研究成功了。我觉得这客瑞啊，肯定是大牛股，肯定要涨了。请问贵公司干客净研制成功的消息是否属实？是啊，请问贵公司是否拿到了药监局的批文？我公司的严正声明啊，这位陈姓记者在我公司毫不知情的情况下，公开对外宣布了我公司新药研制的情况，严重泄露了我公司的商业机密。删除网上相关的信息，并且公开向我们公司道歉。那么陈署所发布的信息是不是真的？干客净研制是否进入了倒计时阶段？这位记者问的属于商业机密，无可奉告。我们了解到陈姓记者之前也报
发到过科瑞的消息，请问这次是不是科瑞一次有计划的炒作？大家如何理解都可以，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，我们已经向报社和该记者发了律师函，并且视对方的态度采取进一步的法律行动。王总，王总，回答几个问题吧。王总，我再说一遍，王总不会回答大家任何的问题，谢谢。王总，贵公司是否拿到猎天局的批文？王总，王总，让我过一下，不好意思，过一下。王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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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干什么？我有事要问你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听我说。王总，唐红，需不需要我？上车说。找我有什么事儿？王总，甘科静马上通过药监局审批的新闻分明是假消息，研发部门是由我来负责的，没有经过我的同意，你不能对外公布不实的药品消息。刚才在发布会上我已经澄清了，是一个叫陈曙的记者擅自泄密的。那些记者相信，我可不相信。你先买通记者，对外公布甘科静研制成功的消息，然后再出面追究他们的责任。这一来一回，普通人绝对会被你误导，认为甘科静马上就要成功。这就是你为了抬高股价玩的把戏。甘科静确实马上就要研制成功了，很快就可以拿到药监局的批文。这怎么可能？我们还在进行一期的临床试验，离药监局的进入还差得很远。其实我早就雇佣了新的研发团队，他们非常争气，甘科静已经通过了稳定性试验和抽样检验。不，这不可能，这么短的时间没人能成功。怎么不可能啊？事实就在这摆着呢。小孟啊，你现在已经不是科瑞的员工了，我曾经给过你机会，但是你自己没有珍惜。我在不在科瑞无所谓，像科瑞这样的公司我也不想再待下去，但甘科静是我的心血，我不能让它变成你谋利的工具。唐红，送客。我那有甘科静所有的研发资料，如果你继续糊弄消费者。如果你继续哄骗消费者，我就向媒体公布所有的文件，你听见了没有？啊！我是不问成本来说，你听见了没有？听见了没有？好好上市的，过来给我们见面。郝老师，能耽误你几分钟吗？您等一会儿，我这儿有事儿，我一会儿再找你啊。有几个大爷大妈希望你推荐一下股票，几句话就行。多谢多谢，快点快点快快快点快点！王老师来了啊！我们就爱听您说。对啊，那个我时间有限啊，我简单跟你们说一说，这波涨得确实很高，但是你们重点关注那个高科技的概念股板块，比方说这个，万宁新农贸、方达制药啊、方达科技，包括科瑞制药，这几只都可以买啊。哎，科瑞，我嫂子说的可以买。王老师，现在我老伴有病，我就这点钱，我还能指望哪个挣钱呢？哎，我要挣钱，我得好好感谢您啊！谢谢您。啊，大爷，你要不然这两天你就找个时间，把手里股票都抛了，往存银行吧。啊，抛？现在这么好，还有您去找，我怎么会抛呢？我还得给我人家买套房呢。哎呀，谢谢，我赶紧去买了啊。
梁队，这就是克瑞的阴谋。他们先找个记者发一篇报道，然后说是记者泄密，追究记者的责任，其实是进一步扩大了传播的效果。自从这个消息发出去之后，克瑞的股价就一直在不正常的上涨。嗯，知道了。是否要对克瑞立案调查？立案？你有证据吗？你一没证据，二没有举报，到目前为止全都是你个人的推测。我们不能因为一只股票的股价波动就随便立案调查。难道您不相信克瑞有问题？跟我相不相信没关系，最后都要用证据来说话。这还不明显吗？我们局成立经侦支队不就是为了这个吗？为了哪个呀？嘉庆，你对王柏林了解多少吗？啊，就算像你所说，是他先放出消息来，你就这么冒冒失失的去查，能查出什么东西来？那您说该怎么办？让我想想。哎，志远，哎，那个，你跟我过来一下。是。把门关上。给你个任务，你去证券市场查一查有没有人是克瑞股票超过5%的。按照规定，超过5%就要举牌，这点应该不难查。杨队，嗯，我学的虽然是金融，但股票我不太擅长，吴佳琪懂得特别多，要不我把他叫来吧。不行，对于克瑞，吴佳琪个人感情因素太强。志远，我们经侦队的成立为什么要招你们这些高材生进来，就是想让你们学以致用。你看我桌子上这些书，我也一直在工作中学习着。还有一点你要记清楚了，你干的可不是一个普通的工作，你是在办案，不要因为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影响了自己的判断能力。我明白了，对不起队长。有什么情况直接向我汇报。是。半斤基围虾，然后再要两片生蚝吧。嗯，然后还有什么新的？你说请我吃饭，我没想到你会来这种地方请我吃饭。怎么了？你这是捡到钱了？钱没有呢，我捡到钱不应该给警察叔叔。那你这是怎么了？还穿得这么好看，给谁看啊？给你看啊！我们都好几天没见面了，好不好看呢？好看，好看！我们家小胡穿什么都好看。哎，这段时间太忙了，也没时间好好陪陪你。没有，本来我说今天想在家里吃的，但你打电话说我远哥是副队长了，那我们必须得大吃一顿。好啊，那我们就好好庆祝庆祝。然后好好的。来只龙虾。哎，等等等等，这太贵了吧？没事的，今天我请客。我最近业绩好，工资都快双倍了。就这样吧，下单。哎，我回来了，老孟，你也不知道搭把手。老孟，你是不是忘了关煤气呀？书呆子，整天就记着谢你那点东西。老孟，老孟，老孟，你醒醒，老孟！我们俩好好的大吃一顿。哎，我喝不了酒，我开车了。我点了喝水好酒，还挺好的，你不尝一点吗？开车了，不能喝酒。
带回去喝。好吧。恭喜升职了。谢谢媳妇儿。哎，我就不干了啊。那快快吃吧，快吃吧。哎，对了，我记得你跟我说你在公司是负责给客户开户，然后推荐股票的，对吧？嗯。但是我看新闻说之前的股市很低迷啊。因为我推荐的股票都涨了，所以特别多人找我开户。秀，我们家小慧都快成股神了啊！我差得远，郝老师才是股神。又是他。我还有很多不懂嘛，得跟人家学习学习嘛。干嘛呀？生气了？我生什么气啊？但是小慧，我听说啊，你们这个行业是最容易有一些什么暗箱操作、什么违规操作之类的，你可千万别干这个。嗯，知道了。嗯嗯。快吃吧，快吃吧！看你最近都瘦了。远远哥，当警察呢是你的理想。我觉得我最近到了证券公司，我好像也发现了我的理想。哼，这才工作多久就找到理想了啊？这是一个伟大的财富时代啊！这个时代到处都充满着机遇，你看各行各业都在创新。我觉得只要把资金能够给那些有理想的创业者，我们这个时代是会被改变的。我觉得这不像你嘴里能说出的话，又是那个好好享受的吧？天天的什么理想抱负、时代，太玄乎了。小慧啊，其实我觉得，像你我这样大多数的普通人，都是在自己的轨道上按部就班的生活着，能够创造神话的人那是极少数。我呢？只希望你平平安安、开开心心的，我就知足了。就算按部就班，也总有人会引领这个时代吧。我出来工作，我才发现，人是可以改变世界的。远哥，你也得有理想，不然会被时代淘汰的。小慧，你刚换了新的工作，我知道你这个新鲜劲儿还没过，但是你得知道什么该信，什么不该信，这些东西你得拎得清。我怎么就拎不清了呢？远哥，其实我今天有好多话想说，但是你别教育我好吗？不是教育你，我这是嘱咐你，我怕你走歪路。你不是嘱咐，你是否定我。我现在都分不清我到底在跟男朋友聊天，还是在跟执行工作的警察聊天。哎，雷子，怎么了？什么？好的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过来。嗯。不能陪你吃饭了，一会儿也不能送你回家了。那你自己打车回去，路上注意安全，到家给我发个短信。吃不完的就打包带回去吧。别生气啊！我早习惯了，注意安全吧。杨队，嗯，又怎么了？克瑞制药的研发总监孟伟死了，校远他们已经出发了。走。哎，不不不不，
等等，怎么了？我老把自己当刑警了。这个，去案发现场，夏姐他们去比较合适，咱们去有点不太对。哎，那我们现在什么都不做啊？该做的时候，一定会让你去做的。哎，你要是闲的没事哈，我这上面有这个教材上有很多的问题，我想向你请教一下。来来来，坐。孟伟，他可是克瑞的关键性的人物，这时候死，你说他是他杀呢还是自杀呢？哎，我这问题哪儿去了？杨队，嗯，我想去个洗手间。哦，去吧。嗯，问题在哪？哎，大队，雷队，哎，哥，什么情况？这起命案，死者家属报的案，谋杀。现在具体不太清楚，民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，死者的太太坚持说是谋杀，所以案子就报给咱们了。死者身份确认了吗？确认了，科瑞药业的研发总监孟伟。又是这个科瑞。是。治安处的人已经到了。是，他们先接的警。小李。原始现场已经破坏了，现场的痕迹已经无法提取了。死者在哪？在书房。死因是什么？目前判断是煤气中毒。煤气中毒。面部表情平静，就算是煤气中毒，窒息前也会有扭曲和挣扎，不太正常。做个毒化，看看胃部内容物有没有什么异常。好的。老陈呢？老陈，喂，夏队找你。夏队，有什么发现吗？就肉眼粗看的话，这个按钮上有两个覆盖着的指纹，上面一个是他太太，以前那个是死者，没有其他人指纹。就目前来看，这只有这两个指纹。袁哥，王所长，王所长，这是我们刑侦支队的夏队。哎，你好。辛苦了，王所。应该的。我们刚到，还需要您给我们讲一下现场的情况。哦，是死者的老婆报的案。我们刚来的时候，这个房间里还有一些没有散尽的煤气味，估计应该是自杀。自杀？嗯。为什么会认为是自杀？死者生前有抑郁症。其实，在今天之前，我们派出所已经两次接到他老婆的报案，这两次都是因为他老公自杀未遂。我们过来都处理过了。好说歹说才给安抚下，而且我们再三的嘱咐他老婆一定要看紧了，给他按时吃药，但是没想到还是出事了。可是就算是有病史，也不能认为就是自杀呀。我们在现场发现了他的遗书。
逝者已逝，生者如斯，这对我是种解脱。不好意思，您不能进去。请观证，北江市局的。哎，你不能进，不能进，你不能进。小刘，你不认识我啊？我认识你，金针的嘛。我们里面还在勘察现场呢，所以任何人都不能进。谢谢。夏远，别吵！夏远，别吵！夏远，你在吗？谁啊？行，怎么在这儿碰到你了？你们金针的手伸得可够长啊！啊！你这两个手下都不让我进去，让我进去看看现场。哎，这里是案发现场，无关人员不得入内，这是规矩，你不知道吗？夏远，你少拿鸡毛当令箭，这案子明明跟柯瑞有关系。你知道我为什么来吗？我当然知道你为什么来，可这是你该来的地方吗？看好了啊，无关人员一律不许入内。是。死者家属在哪儿？在楼上呢，哥。孟太太，这是我们刑侦支队的夏队长。您请坐，请坐。是您报的案？是我。您为什么会认为您先生是被谋杀的呢？他今天答应好要跟我去我妈家吃饭的，他不可能自杀的。再说了，他的病都已经好了很多了。夏队长，你相信我，那我一定不会自杀的，他一定不会的。你先平静，平静，先平静，先坐，先坐，先坐。孟太太，那您坚持认为您先生不会自杀的理由是什么呢？我是他老婆啊，我还能不了解他吗？但据我所知，他得过抑郁症，有过自杀的经历，对吧？他得抑郁症都是一年多以前的事情了，这一年的积极配合治疗都已经好很多了，所以他不会自杀的，他真的不会。抑郁症要服药治疗，那他这一年服药正常吗？我在医院工作，我都按时给他取药的。这些是你给他准备的药吗？是。你仔细看一下，连外包装都没有打开，也可能他根本就没有吃。没吃，他怎么能这样呢？怎么能这样呢？孟太太，您节哀，你再好好想想，孟先生最近有什么反常的地方吗？他这个人性格比较内向，有什么事儿都不愿意说出来。他最近情绪不好，一直上班，一直在家休息。但是他一直跟我规划以后的事情，他说他想辞职带我去旅游，你说他怎么可能会自杀呢？他绝对不会自杀的，他不会的。您说他想辞职？他说过好几次，但是我知道那就是说说而已，可能放下他研究的那些药。那他留下的遗书您仔细看过了吗？是他的笔记吗？我看了，笔记倒是像他的，但是你们相信我，他真的真的不会自杀的。先坐着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哎，师傅，有什么事吗？怎么样？当队长的感觉如何啊？师傅，你就别闹我开涮了，我是正在命案现场呢。哦，那个有什么要帮忙吗？没，
还真有。嗯，你们队那个吴佳琪啊，来到我们这个现场了，非得嚷嚷着要进来。哎，师傅，你可得像当年管我那样好好管管他。哎呀，小子，你要明白，这刑侦跟经侦呢，本来就是一家人，他不能分。啊，再说呢，这个以后呢，我们还得互相配合工作。你看，现在这个经侦支队来的全是一帮生瓜蛋子，你得帮着师傅好好带带他们，是吧？不是师傅，你派别人过来就行了。吴佳琪这有什么问题吗？得，您当年是怎么教我的，那我就怎么教他。好，小刘，我来进来。你们查到什么了？你又不是刑侦的，你不需要知道。那意思就是什么也没查到呗。没关系，你要是求求我，我可以帮你找。你可别搞错了啊，让你进来我是听我师父的指示。我师父说日后刑侦经侦难免一起配合，让你起码知道刑警是怎么办案的，免得以后什么都不懂再耽误了查案。夏队长，我也是个警察，我是受过专业训练的，我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。那你看出什么了？孟伟是自杀？是我在问你。我觉得不像。哪儿不像？具体哪儿不像我暂时还说不出来，但是我觉得他肯定不会自杀。你不是说受过专业训练吗？这个时候不逞能了。来来来来来来，让我告诉你什么是专业。孟伟的死不符合自杀逻辑。经过外围调查发现，孟伟和他老婆的感情一直很好。我与他老婆的交谈过程当中也感受到了这一点。那么，即便孟伟决意自杀，也绝不会选择这个时机和手段。明知老婆快要回家，还在家里放煤气，万一老婆回家开灯，引发爆炸，那后果不堪设想。难道他诚心要与爱人同归于尽吗？我不认为他会这样。你说的也对，我刚才在外面的时候就听到孟太太在那说什么谋杀的，也许有这个可能。也不一定，要讲证据重调查。口气跟杨队一模一样。废话，他是我师父，能不一样吗？夏队，孟伟的老板想见孟太太，现在在楼下。王柏林啊。是。让孟太太去楼下见他。机灵点啊。孟伟呢？我知道，你了解。其实我早就发现小孟的情绪不大好，让他休息。可他心里一直惦记着公司的工作，这次是我逼着他休假。没想到，早知道这样，我就不让他休假了，在公司跟大家在一块儿，没准还……你说他怎么会自杀呢？
丢下我们孤儿寡母的可怎么办？啊，小梦这次出事儿，我有很大的责任。你知道我们公司这一年来经营情况不大好，小梦主持开发的几款新药迟迟没有进展，她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。她这个人又不爱说话，什么事都愿意自己扛着。孟总，千万别这么说。以前孟伟经常跟我说，您对他有知遇之恩，是您一手提拔他，重用他，他就是太想报答您了。孟太太，您放心，你们家里的事儿公司全包了。啊，对了，这个是我个人的一点心意，你收下。这个我不能要，王总。一定要收下。好，公司已经成立了治丧委员会，明天他们会派人来帮你一起料理后事。啊，时候不早了，今天晚上住的地方安排好了吗？我现在先带着孩子住我妈家。记住，以后有事儿直接到公司来找我。谢谢王总。请你节哀。孟太太，我能看看他给您的这包东西吗？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吗？没什么问题，有这样的老板真难得。孟奶奶，因为孟先生是非自然死亡，所以我们需要进行尸检，当然这得征得您同意才行。还要尸检啊？这是我们的正常流程，尸检之后才能给案件定性，你也才能心安吧。好。雷子。哎，远哥，准备好单子，让孟太太签个字。对了，他们还要带走一些东西，也得列个清单，让孟太太看看，也需要签字。好的，孟太太，麻烦您跟我过来一下。提问。你刚才为什么要看他的钱？你不是说你受过专业训练吗？这么简单的问题还问我？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长，别卖关子。孟太太下班回家发现丈夫死了，那时候银行早就下班了吧？你意思是说这钱是他事先就准备好的，他早就知道孟伟要死。不一定，他是大老板，家里放些钱是可能的，这只是一个小细节，这个细节还确定不了什么。说说你吧，你是怎么摸到这儿的？鼻子比队里的警犬还灵。我是不是叫你来的？没有，你自己来。你这叫无组织无纪律，关键是你来了也没啥用，啥也看不出来，只能添乱。我添什么乱呀？你知道为什么来吗？你知道柯瑞最近在玩什么把戏吗？我不知道，这是你们金针的工作。对，跟你说了你也不懂。哟，还卖起关子来了是吧？说吧。明天一开盘，克瑞的股票肯定大涨。为什么？因为近半个月以来，克瑞的股票一直在缓缓上升。我猜测，背后一定有人在操纵。如果真的有人操纵，那他们肯定需要一个概念。果不其然，今天这个新概念就发布了，
也就是他们新药研制成功。只是我没想到，这个新概念的发布居然会搭上一条人命。你的意思是，孟伟是因为这个新概念而死的吗？那是你们刑警的事儿。你这个想法给杨队汇报过吗？汇报过了，他也没什么反应，说还有其他事要办。哎，你说有什么事儿能比这个案子更重要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师父是局里的老刑警，老鹦鹉，身上好几处伤，死都死过好几回了。你对我可以不尊重，但是对他，你最好放尊重些。跟只忠犬一样，还挺护着你是。不错。你说什么呢？没说什么。我没有不尊重杨队，我就着急。孟伟的案子肯定事出有因，事有蹊跷，我希望你们好好查。这是我们刑侦的工作，用不到你们刑侦插手。那你哪下啊？送佛送到西，前面右转再右转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到底是清真的我师父的手下，你冒冒失失的跑出来自己出现场，回去之后你最好主动向杨支队汇报一下。这个重要吗？当然重要，这是规矩。那这个回头有没有什么问题？看一下记证，这道茶壶。来来来来，都饿了吧？哎，杨哥，吃点东西，喝点东西。嘿，年轻就要醒着拼啊，东鹏特饮，来瓶来瓶。来来来，我跟你们说啊，当年我盯梢的时候啊，全靠这个盯着呢。是吗？来，还有串呢。哇，怎么样？查的怎么样了？哪那么快，哥？我们刚开始查。这样啊，我先分分工，吃完喝完，大家接着干活。小王，你盯着法医那一块，让他尽快出尸检报告。是。小刘对一下技术，让他们赶紧出现场勘查报告。你们俩再把录像捋一捋。好嘞。雷子，你检查检查遗书，看看有没有伪造。好，哥。好吧。放心吧。嗯。海清。哎，行长。科瑞的贷款走到哪一步了？赶紧停止办理。审核已经走完了，您也批准了呀。科瑞的研发总监死了，昨天。死了？不会吧，这是从哪儿听到的？准确吗？怎么可能有错了，绝对准确。你说这科瑞怎么就不能安安静静的做生意呢？但是啊，咱们这个贷款的流程完全没问题啊。他们那边即便是出了事，跟咱们没有任何关系。我是担心这笔钱的风险，一旦科瑞撑不住了，股价下跌，那咱们贷款的窟窿可就堵不上了。是是是，您的担心有道理啊。哎，当时也是这个科瑞催得急嘛，您签完字以后我就安排他们放款来了。